龙去世之后，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我先后失去了我深爱的丈夫，我的孩子。小溪，回家吧。六年前是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。一起澄清，你搞清楚状况。我们已经离婚，我这次回来也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请问你是我妹妹吗？我不知道。莫宁熙，我才是李家的女主人。以前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直爱着你。